来处理。你要拿什么跟悠悠换啊？好可怕，我也会。你会吗？好丑哦。阿俊，你看他没碗了。阿俊，你看，阿俊，帽子没碗了，去抢帽子，去抢帽子。阿俊，去抢帽子，去抢帽子啊！妈的，瞎子。谁教你的？头大头小眼睛，然后呢？唱歌不好听。哎，跟我们平常的大头大头不一样哎。那我你打。我不知道谁教他，今天第一天第一次听，真的、哦，可能你爸哦。对，应该是我爸。你爸可能不记得。然后就。看来你一脸震惊，但是其实我觉得你爸是蛮白烂的人。